意戴上口罩，加上一身白衬衫，一人 NONO 进入北检前还比出双手合十，姿态摆得有够低。道歉吗？对，好，不好意思。面对媒体提问，始终保持沉默，就跟事发后神隐43天以来一样，不承认也没道歉。牛哥，真的有这么多人受害吗？能不能帮我们讲一下？没办法进去啊，麻烦后退一下，谢谢。北检大门口被挤得水泄不通，场面混乱。尽管有警察开道 ，NONO 还是举步维艰。在小红老师指控 NONO 性侵一状告上法院后，北检2号一早8点指挥妇幼队到他的住家展开搜索约谈。根据了解，当时屋内只有 NONO 一人，歌手太太朱海君并不在家，而要面对检警调查，他似乎心里有数，只说了迟早要面对。接着检警依法查扣笔电、手机等3C 产品。经纪人10万火急带着50万现金来到北检，因为历经一个多小时的侦讯，检方对他做出强制处分。从约谈到交保9个小时的侦讯调查 ，NONO 始终不肯松口。最后，检方预令50万元交保候传，代表 NONO 未来要面对的司法攻防正式揭开序幕。《镜新闻》是由吴云谦采访报道。